标突进，解放军挺进大清，据险顽抗，国民党八十屯重兵。当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让蒋介石万念俱灰的成都战役拉开帷幕。百战经典，解放战争经典战略之成都歼灭战。因为珍爱和平，我们回首战争。大家好，欢迎收看百战经典。根据民间流传，当年曾经有一位方外高人送了蒋介石八个字，叫做胜不离川，败不离湾。这虽不可信，但是四川和台湾确实是与蒋介石渊源最深切的两个地方，尤其是四川，更是与蒋介石荣辱与共，命运相系。四川曾经是抗日的大后方，1945年，蒋介石的声望在此达到了人生的顶点。然而仅仅四年之后，形势便天翻地覆，蒋介石又是在此亡命台湾。今天我们要向您介绍的，就是让蒋介石万念俱灰的成都战役。渡江战役后，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残存于大陆的仅剩下胡宗南和白崇禧两个主要集团。蒋介石的部署是：第一步，以白崇禧集团及粤军组织所谓的湘粤联防，阻止解放军向两广进军，作为他部署西南的掩护；同时以嫡系胡宗南集团等扼守秦岭、大巴山、武陵山天险，阻止解放军入川。第二步，白崇禧部退入广西，与四川的胡宗南互为呼应，联络云贵军阀负隅顽抗。应该说呢，蒋介石的这个战略部署还是有一定道理。我们知道，关于四川有句古话叫做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巴蜀之地本身就易守难攻，加上呢又粮草充足，所以历史上每当一个政权要瓦解的时候呢，这里的起义和割据就闻风而动啊，纷纷树立旗帜。可是当天下已经基本平定的时候呢，这里往往还没有被纳入统一的版图。所以历史上有很多啊有眼光的战略家呢，都把四川当作可以立国的根基之地。现在呢，蒋介石也企图啊依托以四川为中心的这个西南地区和我们持久作战。他希望呢啊是通过这种战略部署呢，争取时间组建啊新的部队，等到国际局势变化，这样呢他就可以和驻守台湾的这个国民党部队呢配合起来啊进行反攻。即便迫不得已，他还可以呢向这个康甸地区退却，或者呢直接逃到国外去。毛泽东对蒋介石的企图看得十分清楚，早在1949年5月23号，他就明确指出，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的迹象，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美梦，而以消灭胡军及川康主力，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后来他又进一步指示，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对白崇禧和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同时要求第一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第18兵团积极吸引和溢流胡宗南与秦岭地区，待二野断其退路后再迅速南下，会同二野主力歼灭胡宗南集团与成都地区。毛泽东的这一战略部署大开大合，气势如虹，其深谋远虑、高瞻远瞩令人叹服。其后整个战争经过与这一部署基本吻合，从而奠定了我军胜利的根本。8月29日，华北野战军第18兵团在贺龙率领下发起秦岭战，以一个军又两个师的兵力
向防守川陕公路正面秦岭要隘的胡宗南集团发起攻击，造成解放军于经川陕公路南下入川之势。我军的这个行动给胡宗南呢造成了错觉，他认为啊，我们必定会采用三国时期邓艾的这个伐蜀之策啊，渡阴平，出碧口，直取成都。他和他的这个幕僚们估计啊，解放军呢会分成两路，这个一路呢从兰州南下啊，经武都出碧口，另一路呢是沿川陕公路南下，这样呢到最后两个合起来啊，直插旗，插到成都。坐镇重庆的蒋介石同意胡宗南的这一判断，他也认为川东方向由于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困难，加上川南和与之毗邻的云贵有白崇禧集团十万余人做一侧保障，足以保证后方的安全，因此判断我军主力由北面入川可能性最大。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做出了举共军于川境以外，以陇南、陕南为决战地带的部署。秦岭战役啊，关键是火候掌握得好啊，他既是真打，但是呢又打而不破。十八兵团在8月30号攻占了这个东河桥、黄牛浦，控制了秦岭的主脉。31号呢，又向奉县和江口镇追击。最到这个时候呢，贺龙觉得，哎，差不多了，到火候了，再打呢就过了，所以呢就下令停止攻击，部队转入休整。这一下胡宗南高兴了，在陕北被彭德怀打得落花流水，此时终于能挡得住了。他在向重庆的蒋介石报告说，匪军多次强攻秦岭，无一处突破，并保证他的两个兵团固守秦岭防线，将万无一失。蒋介石对此颇感满意，下令任命胡宗南为川陕甘边绥靖公署主任，并责成他构筑起第二道防线，摆好坚守的态势。蒋介石叮嘱胡宗南说，你要确保四川，绝不准共军南下。蒋介石在用人方面啊，说句实话和毛泽东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啊。胡宗南就是一个证明。胡宗南号称是天字门生里的第一人，但是好多人都知道啊，他有一个弱点，就是好大喜功啊，浮躁浅薄。毛泽东和周恩来呢对他看得很准，说他是智大才疏。那么国民党内部的一些人呢啊，有眼光的人呢也评价胡宗南说，胡之为人忠于职守，为才识平凡啊，缺乏干练。那么说让他呢奉命行事啊，去具体的负责一些事情可以的，赋以方面大员之任则实在有些为难他了啊。也就是说，以胡宗南的这个才干呢，做一个独当一面的方面大员，他的能力还是够呛的，有欠缺的。我们这边看得很准，他们内部的人也看得很准，但是呢好像蒋介石就没看到这一点，一直是对他重用有加。1949年10月1日，大概是蒋介石一生中最痛苦难挨的日子。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据报共匪已于10月1日在北平成立伪人民政府，毛泽东为主席，副主席6人，宋庆龄为其中之一。总理在天之灵必为之不安，国贼家逆，其罪甚于共匪，痛心极矣。此时刘伯承、邓小平、贺龙都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
其后又于十日、二十日先后参加了中共中央研究进军西南的会议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的计划正式敲定。十月下旬，刘伯承、邓小平乘火车离开北京南下，和由南京北上的二野领导机关在徐州车站会合，经陇海铁路向西开进。为了使蒋介石确信二野将从秦岭方向进攻四川，刘伯承、邓小平在23日到达郑州后，还出席了郑州各界群众举行的欢迎大会，表示他们将率部西进，从陕西入川。蒋介石在这边他还偷着乐呢，啊，觉得自己提前把兵力调到川北，实施重点防御，很有先见之明。而实际上，这个时候二野的主力已经在这个四野的掩护下秘密的开往湘西的常德和邵阳地区进行集结。二野的这个领导机关离开郑州的也没有西进，而是秘密的南下。当时呢，公开的这个向华南进军的四野是浩浩荡荡、锣鼓喧天啊，有多大声势造多大声势。但是秘密向西南进军的二野呢，是偃旗息鼓啊，静悄悄的步入中计。刘伯承呢，对这个效果很满意啊，他就说啊，毛主席就是要这种气氛啊，这个很好。和邓小平一样，刘伯承也是四川人，在四川这块土地上，他先后参加了孙中山号召的护国战争、护法战争，也参加了军阀之间的混战，以足智多谋、勇猛善战闻达于世，被誉为川中名将。红军长征25000里，其中有15000里在四川，刘伯承担任红军总参谋长，并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在突破吴江、智取遵义、刺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重要作战行动中，显示出了他杰出的军事才干。朱德元帅曾赞誉刘伯承为国家不可多得的将才，陈毅元帅留下过“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寒”的名句。美国人杰米·卡洛奇更认为，20世纪全世界出现了6个伟大的军事家，中国的刘伯承是其中最神奇的一个。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论战术之奇，刘伯承属中国军界一绝。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率领下，二野一次一次出色地完成了军委的战略意图。1949年11月1号，在四野发起广西战役的同时，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二野大军在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的500公里地段上，向国民党军实施了多路突击。第二野战军的这一行动完全出乎国民党军的意料，打乱了其西南的整个防御部署。突破防线后，第二野战军各部勇猛急进。11月15日，解放贵阳；21日，解放遵义。在鄂川边境围歼了川湘鄂边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的部队，升服宋希濂部第14兵团司令中斌。至此，国民党军西南防线被拦腰切断，既打破了白崇禧西撤云贵的企图，又直接威胁着川北胡宗南的退路。直到此时，蒋介石才如梦方醒，觉察出解放军由湘鄂西进川前迂回重庆成都的企图，即令胡宗南集团由秦岭大巴山南撤入四川，令第一军驰援重庆，罗广文等部在南川布防，迟滞解放军前进，掩护胡宗南集团撤退。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作战，最艰苦的不在打仗，而是赶路。部队由湘鄂出动后，遭遇了连绵半个多月的阴影，加之公路很少，而且多被国民党部队所破坏，沿途无数的崇山峻岭
原始森林遮天蔽日，瘴气弥漫，大多数时间是扛着百十多斤的重武器爬山涉水，日行多在百里之上。但是就是这样，部队打起仗来仍势如破竹，国民党军队连招架之功都没有。28日，宋希龄集团和罗广文集团30000余人在川南山地被歼灭，解放军的矛头直指重庆。30日凌晨，蒋介石慌忙爬上飞机逃往成都，重庆守敌也弃城西逃。11月30号上午10点，蒋介石的专机抵达成都，随即乘车前往成都北教场中央军校的黄浦楼。蒋介石每次来成都都下榻在这里，一来蒋介石认为黄埔的学生还是比较放心的，另外这也容易让他想起在黄埔的那些岁月。随后的几天时间里，蒋介石多次召集顾祝同、胡宗南、王灵基等研究作战计划，决定固守川西北和西昌，首先在成都附近打一个漂亮仗，实行川西决战，迟滞解放军的进攻，再待国际形势变化，以图东山再起。此时的成都一副行将末日的凄凉景象，蒋介石为了稳定军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决定再次检阅黄埔学生，以鼓舞他们的黄埔精神，为他继续卖命。就在检阅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个意外。当时先举行升旗仪式，可是当那个青天白日旗升到一半的时候呢，突然啪的一声，旗子掉下来了。当时全场一下子惊呆了，鸦雀无声。蒋介石站在那里呢，一下子也呆了。最后他讲话的时候呢，只讲了几分钟，就哽咽的讲不下去了。阅兵式最后是草草收场，不欢而散。实际上这种意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9月份的时候，蒋介石在这里也阅过兵，也出了个意外。当时呢，先是他讲着讲着呢，突然假牙掉了下来，很尴尬。后来分烈士的时候呢，一辆炮车开到蒋介石面前的时候，突然抛锚了。当时4位是非常紧张，以为有人要行刺，搞得在场的人都是心惊胆颤，人心惶惶。那么按照中国人的这个传统观念来说，阅兵式的时候，检阅的时候旗帜掉下来，那就是用兵的不祥之兆。所以当时老蒋和他的部下那心情可以说是相当郁闷。人民解放军这边却是摩拳擦掌，士气高涨。重庆一解放，刘伯承的眼光就盯住了残敌未及的成都。他判断国民党军伺机南逃西康、云南的道路也只有两条，一是由成都经邛崃、雅安、西昌，另一道是经新津、乐山。包围胡宗南部的关键便在于迅速占领乐山、邛崃。但此时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已相当的疲劳，迫切需要休整。一向爱兵如子的刘伯承认为，辞不长兵，此时如吝惜部队疲劳，实现大迂回大包围作战方针将功亏一篑。于是果断命令杨勇、陈锡联部立即向乐山、邛崃挺进。12月6号，刘伯承、邓小平联合致电贺龙，敌人退路，行将截断，贵部南下时机已到。事实，贺龙率领集结在秦岭北路西引河滞留胡宗南集团的第18兵团和1野第7军如猛虎下山，从秦岭向南猛扑，紧盯着胡宗南的尾巴穷追猛打。在川康特委负责人马识途等人的引领下，贺龙部兵分3路，一举攻破胡宗南的秦岭防线，将南逃之敌的后卫部队全歼于川北地区。这样，胡宗南集团及川境残敌全部被我军从东南西北压缩包围在成都地区。
在军事打击的同时，我军政治争取也取得了极大成功。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率所部分别于昆明、雅安、彭县等地通电起义。至此，四川国民党军向西康、云南逃跑的退路被完全封闭。12月10日晨，在截获卢汉等人发出的起义通电后，蒋介石顿时拍桌子大骂：“卢汉、刘文辉都是叛贼，毫不讲信义。”卢汉还把张长官扣。年纪稍大一点的观众都知道，当年呢，四川有一个叫做刘文彩的地主啊，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恶霸地主的一个典型。这个刘文辉呢，就是刘文彩的弟弟啊，他是四川的老牌军阀了，抗战期间呢啊做出过贡献。实际上他从1942年开始就和我们党建立了秘密联系。那么现在他们几个一起义呢，蒋介石最恨的就是这个刘文辉，因为刘文辉是他的老冤家了，早年就跟着唐承志反对他，后来呢又跟着冯玉祥他们呢反对他。但刘文辉在四川的军阀里面他的实力是比较强大的，所以蒋介石呢还是让他当了10年的这个西康省主席。没想到现在老蒋穷途末路了，刘文辉呢又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啊站出来反他，所以蒋介石暴怒，命令胡宗南啊说要炮轰刘文辉的公馆。在起义通电里，卢汉、刘文辉等人还建议四川军人在10日发起第二次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为人民立功。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遭张学良兵谏扣押，对此他一直耿耿于怀。每年的这一天，蒋介石都要在日记中写上：“今天是西安蒙难多少周年纪念日。”此时离西安事变13周年只差2天，蒋介石深恐悲剧重演，决定马上撤离，逃往台湾。在撤离前，蒋介石招来胡宗南和毛人凤，询问潜伏情况，并对他们说：“我们撤离后，你们就命令杜长城着手实施，要把成都给我一把火烧掉，不准把任何东西留给共产党，一点儿都不准留，就是烂摊子也不准留。”蒋介石的穷凶极恶可见一斑。其实他在逃离每一个城市时都这么做。11月30日逃离重庆前，他就安排特务对重要目标实施爆破，还命令毛人凤将关押在中美合作所的杨虎城将军和他的儿子幼女，以及杨虎城的秘书宋希云夫妇和他们的儿子小萝卜头杀害，以泄西安事变之愤。为了安全的逃离啊，蒋介石当时在公开媒体上是啊大施障眼法啊，一会儿呢说啊10号他就走了啊到台湾了，一会儿说呢啊9号就已经走了。那么蒋介石自己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但是10号之前的日记里面就没有提到这件事情，所以呢反而给史学界留了一个难题啊，到底蒋介石哪天去台湾的呢？有4个时间，9号、10号、12号、13号。但是现在一般这个历史学家分析呢，说相对来说10号是比较准确的。第一，因为老蒋没记啊，小蒋记了。蒋经国在日记里有这样一句话，说父亲返台之日，即刘文辉、邓锡侯公开通电抚共之时。那么刘文辉他们呢是12月9号起义的，蒋介石知道呢啊，大家应知道应该是在这个10号早晨。第二呢，因为是被俘的这个国民党四川省的主席王灵基，在1965年的时候有个交代，说他在10号这一天啊，曾经啊
这个穿他那个走小道，一直追到机场，想跟着这个蒋介石逃台，没跑得了。那么通过这么一个分析呢，觉得十号这一天蒋介石赴台可能性最大。蒋介石逃台的第二天，就听到了一个噩耗。第22兵团司令官、先第72军军长，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国民党军队中最大共谍的郭汝瑰，率部在宜宾起义。蒋介石再度大骂：“娘西屁，郭汝瑰！”郭汝瑰啊，也是四川人啊，他是黄埔五期出身，1928年就入了党了。但后来1930年呢，和党失去联系以后呢，他就到日本留学去了。抗战时期，他参加过淞沪战役啊、武汉会战、长沙第三次会战啊，表现呢这个比较突出，也因此受到这个蒋介石特别是陈诚的赏识。后来呢，还两次出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的厅长、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啊，受了中将军衔。那么1945年12月呢，郭汝瑰在重庆啊，这个秘密的见到了董必武，而且呢接受董必武的指示继续留在国民党的内部。因为他在国民党军事决策层的这个核心圈子里面，所以他能够接触到大量的核心机密啊。因此呢，他和其他打入国民党高层的同志一样，为解放战争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三大战役结束后，郭汝瑰向中央请示回解放区去。中央认为，郭汝瑰如果能争取掌握一支部队，当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时再举行起义，可以发挥比到解放区更大的作用。郭汝瑰于是找到顾祝同，要求下部队出任军长。经顾祝同的保荐，蒋介石任命郭汝瑰为第72军军长，要他重建这支已经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围歼的部队，并立即开往四川。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守卫大西南的作战会议后，亲自召见郭汝瑰，询问部队的作战情况。当得知解放军由桂入川时，蒋介石电令郭汝瑰为22兵团司令，直接指挥第21军、44军、72军和三个独立师，作为防堵解放军进入四川的前哨兵团，并且要求72军在长江、沱江布防，以便蒋介石能够将主力集中于成都的附近，与解放军进行决战。直到此时，蒋介石还被蒙在鼓里，而刘伯承、邓小平对郭汝瑰的起义已是了然如胸。郭汝瑰在宜宾的起义使成都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被围困在成都地区的胡宗南部欲逃无路，求助无望，已成为了瓮中之鳖。胡宗南于12月22日在新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主力分路向西昌方向突围逃跑。但是面对这种突围行动，胡宗南自己都毫无信心。12月23日，曾多次向蒋介石拍着胸脯要死守成都的胡宗南率先乘飞机逃跑。胡宗南的亲信李文率第五兵团顽强抵抗，于24日由重庆、新津分两路向西南方向突围，当即遭到解放军第12军的顽强阻击。李文走投无路，于26日率残部向我军投降。不要开枪！27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成都。
胡宗南从成都逃跑的时候，原来是准备直接飞到西昌，但是气候不好，飞机没法降落，只好呢转飞海南岛。那么当天晚上7点呢，在三亚机场降落。这样临时改变降落地点呢，就和蒋介石失去联系了。蒋介石在台湾那边接不到胡宗南的消息，也不知道他跑哪去了，派人到处查。后来得知胡宗南到了三亚，那时候就非常恼火，他认为胡宗南是不经请示擅自脱离部队，立刻就派顾祖同到三亚去要查办胡宗南。那么顾祖同到了海南以后呢，见到这个胡宗南是败军之后六神无主，就动了恻隐之心了，就给蒋介石回电替胡宗南求情，建议呢让胡宗南马上飞回西昌戴罪立功。1949年12月底，胡宗南不得不飞回西昌收拾残局，联系收集由成都突围出去的部队，建立西昌军事基地。在西昌，胡宗南也只苟延残喘了3个月。1950年3月下旬，西昌即将失守，胡宗南与几千残兵败将走投无路。此时，在台湾的蒋介石终于忍无可忍，竟下令坚决不准胡宗南回台，让他与西昌共存亡，或死或俘，听其自然。胡宗南的好友、时任台湾副参谋总长的郭继桥出来为胡宗南说情，一再坚请，甚至向蒋介石直言说，送一名大将给敌人做俘虏，既违反了战争利益，也违反了指挥道德。由于郭继桥的坚持，蒋介石才默许派飞机到西昌接回胡宗南。胡宗南退到台湾以后呢，打击又接踵而来。1950年5月的时候呢，国民党监察院的50多个这个监察委员呢，联名对他提出弹劾。这那个弹劾文把胡宗南骂的是狗血淋头说他是受任最重、统军最多利益是最久，但是呢，贻误军国最巨。那么胡宗南这边呢，他的一帮朋友呢，也联手写了一封这个陈情书那么把胡宗南呢这个败军之将呢大大的美化了一个美化了一番，美化成这个忠勇奋发功勋卓著把他怎么好就怎么写。整个陈情书写的跟这个弹劾书一样，是文采飞扬当时在台湾呢还是被传颂一时。实际上呢，不管是弹劾他也好，这个陈情书为他美化他也好，无非就是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之间的区别罢了。决定弹劾案最后结果的关键是蒋介石的态度。蒋介石虽不满于胡宗南的丧失之地，但感到胡宗南跟随自己20多年，忠顺无比，而且他心里再明白不过，西北西南的失守主要责任并不在胡宗南一个人，而且台湾正是多事之秋，像胡宗南这样兵败逃台的将领不在少数，对他们需要安抚才能稳定所谓的军心，才能稳住局面。权衡利弊，蒋介石最后决定放胡宗南过关。胡宗南作为败军之将，终于逃过了一场政治劫难，但是他从此再也没有得到蒋介石的重用，所任也都是挂名的闲职。1962年2月14日凌晨，胡宗南因心脏病发作，在台北近郊荣民医院郁郁寡欢而去。成都战役是人民解放军解放祖国大陆作战中最后一次大规模作战。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战略集团胡宗南集团被全部歼灭，从而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把西南作为反革命基地待机反攻的美梦，为西藏的解放及中国大陆的完全统一奠定了基础。因为珍爱和平，我们回首战争，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百战经典，下期见。